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多亏了智能手机投影机 2.0， 观看 YouTube 视频可以以宏大的电影形式进行。这个小装置是专门为配合你的智能手机将电影投影到墙上而设计的。这台投影机配备了高质量的玻璃镜头，放大倍率高达8倍，每天的视频都可以转化为精彩的电影活动，每个人都会喜欢。它由坚固的纸板制成，印刷后看起来像一个复古装置。那个玻璃镜头可以把你智能手机上的任何视频投射到大屏幕上。